最近特别火的玩坏这本书我总算是收到了，据说每一页都有不同的大开脑洞的解压小任务，赶紧赶紧随便翻了一页，任务是把这些图形按照给出的顺序依次连起来，但是线条不可以重叠，这多简单。完了，三角形再去连正方形的时候过不去了，我的天，第一关就翻车了吗？那个就当是第一次玩不爽。